Baby 产后素颜和黄晓明吃路边摊，网暴其代言公司亏损62亿。热巴成主力 ，Angelababy 被替代，海报位置有玄机。杨幂曾疯狂嘎戏不顾质量，原来都是因为被抢角有阴影。甜心原来是左撇子，竟然是遗传李小璐。最新鲜、最独家、最猛料，一切尽在有料。Angelababy 和小明哥最新消息，两人被曝现身路边摊。Yes， 你没听错哦，照片一出，妥妥引来吃瓜群众的强势围观。虽说 Baby 低头素颜，发型随意，但看上去好像气色还不错的样子。小明哥呢，一脸胡渣，略微发福。当天海绵夫妇被拍时，都身穿黑色上衣，一不小心又撒了一波狗粮呀。但不知道大伙发现没，自从 Baby 生下小海绵后，似乎低调了许多。除了被曝将拍新剧，还真没出现过几次，顶多就是给自己代言的品牌发发小广告啦。这不，前两天 Angelababy 就发文地晒照称，终于等到你。这边 Baby 为新手机卖力宣传，那边却有网友爆料称 Angelababy 代言的某图手机所属的公司股价暴跌，市值蒸发300亿港元。而从24号该公司发出的业绩报告来看，2016年的年度亏损竟然高达62.6亿元。我的天，这是咋回事呢？难道 Baby 和小明哥去吃路边摊也是因为这儿？其实据本哥据观察呢，自从2014年 Baby 接下该品牌手机的代言后，该公司的收入已经从2013年的不到9000万涨到2016年的15.79亿。小伙伴们 look look， 收入一言不合暴增18倍。再来，什么公司股价暴跌，亏损惊人也是前几天的事儿，股价涨停并不算稀奇。而该品牌最新款的手机呢，价格在萌宝已经被炒到20000多。哎妈，这品牌大使必须给满分啊！咦，叔默默发现，最近只要一提到 Angelababy， 就忍不住想到热巴，这关联性叔给满分。上个星期呢，跑男官方微博发出了一则感恩奔跑这3年的宣传片。啥？不知不觉跑男已经3年了。在感动泪目 cry 的同时，宣传片也以全组成员的背影收尾。重点来了，不少网友就发现啊，这组背影里有迪丽热巴，却没有 Angelababy， 而且热巴竟然站在了队长邓超的左边。纳尼？前几天粉丝们不是才刚因为热巴在跑男海报里排在最后的事情为自家爱豆打抱不平吗？怎么热巴一下子就飞到中间去了？这地位上涨的速度简直像买了涨停板一样一样的呀。这么看来，节目组还是很重视这位新女 MCD， 所以呢，有一些高能网友就替 Baby 表示不满了。难道你们忘了大明湖畔的 Baby 了吗？纷纷留言说，热巴和跑男3年有关系吗？更有网友表示，热巴是多余的，没有 Baby 就不看跑男了，一路看了跑男4季，忠实粉丝们为了自家 idol 撑腰，那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说记得，跑男第一期明明是2014年10月10日播出，可是节目组为了宣传第5季，竟早早就做起了跑男这3年的宣传，确实是有点为时过早啊。先是趁 Baby 不在，分别请了陈伟霆和阿萨做客不说，这回又做起了跑男这3年感恩回馈。难不成节目组是想趁 Baby 不在的这段时间彻底放飞一下自我吗？大幂幂一家欢天喜地参加亲子运动，但这项有网友曝光了一段视频，叔一看这信息量有点大啊。都知道这些年杨幂曾被评烂片女王，其实她自己也早就承认过质量的问题，完全没想过。我不管我在做什么或者做出来的东西大家会怎么看我，所以对自己也是一种压榨吧。咦，既然拍戏不顾质量成了网友口中的烂片王，但为啥说是压榨自己呢？这个月拍了5部戏，就是那段时间夸张到我那时候一年之内我差不多打了12次吊瓶，一个月平均一个月一次打一夜的吊瓶，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继续去开工。我的天，拼命3年的称号果然不是白来的呀。说想起杨幂在高产时期主演的影视剧们，是马宫、古剑奇谭，包括小时代系列之类的，在演技上还真是被吃瓜群众们一顿黑啊。但你们知道为啥大幂幂当时要赶场嘎戏，甚至不求高片酬吗？那一年就很慌，然后也有过被人换掉的经历。就本来这个戏已经定好了，然后就突然间发现人家开机了，然后已经是别人去演了，没有戏拍的日子很恐怖。哎，纵是因为曾被抢角而深深伤到，大幂幂才会时刻担心没戏拍呀。不过好在大幂幂这2年的作品数量相比前几年已经明显减产，演技也偷偷上了几个台阶。叔觉得谁还没几个年少不懂事的曾经呢？只要大幂幂演技在线不作妖，掌声还会少吗？综艺女神甜心来也。前几天贾乃亮微博抛出女儿甜心写的数字，并大赞左撇子都比我现在写得好，之后又晒出李小璐拍摄的女儿甜心的视频。爸爸，这是我写的字好看吗？
爸爸好开心啦。其实呢，有许多细心的网友早就发现甜心是左撇子了呢。之前李小璐就分享过甜心用自己的眼线笔在胳膊上画画的照片，不会写字的甜心在右手臂上一片涂鸦，明显是用左手画的呢。还有甜心画画的时候，在节目里吃饭的时候，和加乃亮登台签名的时候用的都是左手，看来小甜心是正宗的左撇子呢。而网友们也发现，其实妈妈李小璐也是一个左撇子，在某节目里李小璐切菜都是用左手切的，加乃亮也晒出过老婆做饭的照片，也是用左手拿的锅铲。网友们大呼，原来甜心的左撇子是遗传了李小璐啊，都说用左手的小孩有创造力，这么看看还真是有点道理呢。求求妈妈李小璐3岁童星出道，17岁拿金马奖，而我俩小甜心呢，这么小就被封为了综艺一姐，都是有原因的呀。话说面对家里两个左撇子，亮爸在家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被嫌弃呢？嗨，欢迎关注官方微信，亮女王爆不完的料和吐不完的槽都在这里哦。